最新消息带您来掌握，立陶宛经济暨创新部政务次长涅留贤纳率官员及重要科技企业领袖共十个人，稍早已经抵达台湾，展开为期四天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的访问。这是我国在去年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立陶宛政府首位来访的次长级的经贸官员。涅留贤纳政务次长这一次率领立陶宛高科技业者代表访问台湾，将会拜会我国政府经贸相关部会，参访我国关键产业优势企业，以及探索双方在经贸投资、产业对接，还有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契机。